好，我是铁西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了金山的沙竹湾。来海边主要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因为我前几天看到了一个外国人，他在他的背上就贴了一个一个锡箔纸，应该很多人看过这支影片了。然后他就是在这一格一格上面涂了不同的防晒，然后他就来实测这个防晒的效果怎么样。我就突然间想到一个 idea， 因为你知道我们女生其实有时候运动量没有那么高，但是我们又很想要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想说，那我可以来录一个影片，就是我可以来测试几个我家里有的防晒，然后顺便来晒腹肌，什么事都不用做，我只要晒太阳晒半小时。因为今天的那个天气啊，看起来好像太阳没有很强，可是其实我查了一下，就是气象局他们的紫外线指数还是有到九，其实还蛮高的。那马上就来画腹肌晒太阳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应该要先找出范本，就是我们要先找我想要画怎么样的腹肌。那我打女生腹肌图片。为什么是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是蔡英文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哎、欸，第一张这个不错哦，我看到是这个。所以我们要防晒防一二，然后三四五，侧腰可以怎么晒耶？因为这两边的阳光应该比较不会晒那么多，可是你整个如果晒下来，看起来就水蛇腰。哎呦，这样看起来很好。对啊，在干什么？在录什么频道？所以我们今天要晒的是。来，老师，你是这边。一二三四，我想如果我们晒这边的话，看起来腿应该会变形。好，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我准备的防晒，因为我看到那个外国人他第一名是 Kills， 我觉得太厉害了，所以我就昨天也去买了 Kills 的防晒。我觉得它有点贵，就是如果它不好用，我是真的会太高兴。安耐晒其他也有。他把专科的防晒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五个防晒全部都是 SPF 50加，还有 PA 四个加，所以大家就是公平公正。那我们就请我们的艺术家来帮忙画腹肌。今天我也有准备锡箔纸，就是我们等一下会在不需要晒太阳的面积上。如果你晒这四块，它不是亮的，它是晒黑耶。我会变得折亏。我听懂了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洗脖子。对，防晒涂在要亮的地方，我刚看的，就是我刚说会变得折亏的，但是我就不可以贴洗脖子，就是没有擦防晒的地方就让它去晒更黑。对啊。太阳太大了。毕竟我们是一个健康的频道，所以今天穿的那个裤子它是开叉的，没有，安耐晒，然后我很漂亮，它是哈巴，好的，好的，你要画一下，专科，好啊，比较好，吸收力比较快哦。哈巴就没有那个，哈巴还在哦，那个是专科，我是没事。好，我要不能呼吸耶，会以为我会直接盖住，后来发现不能呼吸。天哪，要晒肌肉真是。3:27，也就是我足足晒了一个半小时。我心得就是这一个半小时很好睡，然后超舒服。因为今天的天气真的很好，我本来以为会很热，结果有一点
有太阳、就是，对，有一点阴阴的，所以我其实有点怕，我该不会都被晒黑吧？这紫外线指数有9哎、欸，我们就马上来看看。这张防晒油是你摸的，你要拿着跟大家说吗？第一个擦的是 Kiehl's， 嗯，它不是那种很稠很稠的，它算是比较水，可是有一点点勾。对，可是。算清爽吧，我觉得。嗯，吸收力还是没有那个 Old Mist 的好。哦。可是它的吸收力还是没有固定好。我看，如果把它擦掉，好明显，真的假的？好棒！真的假的？都没有晒黑。哦哦，快点近拍！哎、欸，它真的是。它这一格真的是白色的，盒子好像有一点太方正了。防晒晒就是，也是我自己平常都会用的嘛。对，它也没有到非常水，可是，有点介于那种隔离霜、嗯，有一种隔离霜就是有一点点稠稠，然后有点稀那一种。嗯，这就是这一种。我来擦喽。靠，很白耶！阿爸的这个我觉得偏浓哎、欸，偏浓，比较稠一点，蛮稠的、嗯，稠稠的，有点不是说这么好推，嗯，它有一点比乳液还要再更浓一点的感觉，嗯、然后而且它就是吸收力很差哎、欸，嗯，它到现在还是很明显的。哎、欸，它也很白耶，这格也真的很白耶，哎、欸，真的不可以擦正方形啦。是我们的欧露米斯，很水耶，它就是再更水一点点。它就是那种一弄到身上它会流出去的，所以它算是五罐里面最稀的，而且它吸收最快。它吸收最快，因为我刚刚晒到大概半小时的时候，因为你都是后擦，对不对？后擦。对，然后半小时的时候，它现在已经是变成半透明的了。我刚擦很厚哎、欸，这样子，最后就是专科啦。专科就是，你刚刚说它最狗的哎，对，很狗的话就擦起来会不舒服一点，嗯，然后又它吸收也没有很好哎、欸，我觉得到最后它还在，对，就是我涂上去那个样子，它就是那个样子到最后，对，它好像都没有要吸收。它比较不是那么好推开。对。咦，它有点擦不太掉哎、欸。大腿，我刚刚因为我本来想说先擦，所以我就已经先擦过了。这边是也有擦专科的。大腿的话是这样，然后我两边其实有哦，有晒黑，这边有一条白白的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。我没有五瓶嘛，你就瓶一二三四五是谁？好。好。然后，好，这边看好明显，腿你也要看哦。没有，我这一次五罐评比的防晒结果就出来啦，耶！第一名的重生机还是 Kiehl's， 我真的没有跟他们打广告，这个是我昨天自己，我昨天去星光三月买的，我花了1400块买的，这是真的。哎，发票在这里。1400块钱，第二名是哈巴，第三名要同时给奥鲁比斯跟阿内萨，他们两罐算是不相上下。对，那在质地上就是它比较水润，然后它比较浓稠一点。第四名就是专科，它也有防晒到吧，可是就是效果没那么好。对，就是以白皙度来说、哦，它的效果没有到。它跟对前四罐比起来，它的白比较没有白的这么明显。重点是又很难吸收，它又会贴在那边、嗯。因为我刚刚用湿纸巾擦，其实我也是要擦比较用力，它才整个擦掉。啊，反正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腹肌长得怎么样。因为刚刚我有晒大腿嘛，所以我们要看全身晒得怎么样的话，应该我肚子应该要脱一下。因为我刚是想说我本来以为我会青蛙腿，所以我就想要会比的干净。这是什么东西、啊？反正你没事不会弄干净。我应该穿，可是我会穿泳装啊。哎呀，这个最丑啦！我觉得这个比这4块还要更丑，好不好？事实证明，
盖一块薄薄的布，真的会很有效。这个罩衫非常的薄哎、欸，我们现在从防晒跟给他卖衣服了，是不是？你看它这么薄哎、欸，大家看吧。而且这一条是怎样啊？这边是粗的，为什么这边是细的？然后今天经实验证明，就是虽然天气看起来是阴阴的，但是呢，紫外线还是非常的毒。千万不要觉得好像太阳没有很晒，然后天气很舒服啊，海风很凉快，你就不会晒黑。因为我今天其实全身除了有擦防晒的地方，你看其实我手有伸展，但我还是晒黑了，而且我晒蛮黑的，一个半小时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实测影片呢？我也不知道该说成功还是失败，因为我没有测到我们想要的数据。嗯，但是其实腹肌赛的还蛮失败的。对，天哪，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丑哎、欸。对，就是我坦白说，我本来以为会赛出一就是漂亮的腹肌，然后第二个就是不成功的腹肌，但是不会很明显。其实内心真的有一点后悔。最后我要跟大家说，今天我擦的5万防晒里，除了哈巴以外，其他的防晒都是，如果你今天要去玩水或是你要自由潜水，它是没有办法擦的让你下水的，因为它们不是友善珊瑚的防晒。那如果不是友善珊瑚的防晒，你擦下去你就会危害那个海里面的生态，就会造成珊瑚白化，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切记。虽然我们是在海边拍，但是我们没有下水，对，然后那几罐防晒是不能擦着下水的，切记哦，只能在路上擦。各位女生们，就是想要在夏天练美美的腹肌，建议大家还是扎扎实实的好好运动，或者是用那个修容打一下就好。如果今天有喜欢这影片的话呢，就是记得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然后可以按那个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它就会有通知了。然后记得在我的 Facebook 还有在我的 Instagram 可以按个赞，然后透过它的 Facebook 还有它的 Instagram， 我也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，就大家也可以来按个赞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